呢啲比较特别啲嘅聚会嚟嘅，即系剧情需要啦，剧情需要。好多人唔知道我背后嘅动机噶，因为我讲开呢啲咁嘅课程，有个动机。个动机咧就唔系大家谂咁简单啊！原来世界上咧系人体咧就可以有一个自我治疗嘅能力，咁啲人忘记咗啦，咁啊希望咧提翻出嚟呢个世界，呢个系好基本嘅动机嚟。但真正嘅动机系冇讲嘅，咁大家。所以咧就喺呢次咁嘅聚会咧讲少少，但系我好大嘅题目，但知道咧未必做得到嘅世界，但都应该留一啲火种喺度，所以都应该讲俾大家听，究竟我开呢啲课程背后嘅动机系乜嘢咧？我研究医术咧好多年。到我發覺自己好碰巧咁遇到蘇聯嗰個女士之後咧，我都報紙都有登過，大家都應該睇過，就知道原來嗰個世界咧係唔係咁複雜嘅，係啲人搞到複雜嘅啫。無論你擺咩標籤喺度咧，係冇意思嘅。所以嗰時我就曾經叫蘇聯前蘇聯嘅外交官個太太咧，係諗住個聖母咧係嚟幫到佢，咁啊證明咧嗰啲係冇意思嘅，佢係令到對方咧有個立足點，佢先能夠咧啟發到佢嗰個潛在嘅能力出嚟。咁呢个咧系一个比较唔系我工作重点嚟嘅，即系我知道有呢回事之后，好啦，究竟搞呢啲咁嘅保健班，或者俾人哋知道一啲咁嘅知识，比较隐蔽嘅知识，系咩重要嘅动机咧？就我喺世界上好多地方。特别文明的地方啊，即是繁华的地方。落后地方呢就医生不同的。落后地方那些医生呢是很真诚的是去医人的。我是感觉到的。即是Burma、越南、印尼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蒙古啊，就算中国农村那些赤脚医生啊，即是说你越穷的地方他越是很真诚去医人的医生，无论他的医术高深或者不高深，因为他面前的病人是没有能力的人嘛，他给的钱是非常少，有些真的几乎都没有钱给，不是吗？但他们很真诚。好了，但我在繁华世界呢，我又在啲繁华世界，在嗰啲医学界嗰度咧，你听到你讲嘢，我有一几个机会，咁大家读完医出嚟，咁啊各自去咗啲大医院做嘢啦，咁啊已经系一个好高薪，喺社会嚟讲都叫有地位、比较高薪嘅人啦，做医生啱唔啱？咁佢咧就会买一架车仔，翻工放工，买架日本车仔啊，悭油啊嘛，租间公寓仔住啊，因为初初嘅见习医生啊，嗱未曾有经验，未识到人，我到佢慢慢唔见佢几年之后咧，
佢換咗間靚啲房嘅喎，架車咧又變咗係 Audi 啊，寶馬嘞喎，未到 Benz 嘅。咁佢咧會講嘅説話同嘅嘢咧，就你揾唔到喺農村社會內國家傾偈嘅時間係冇咗一樣嘢。因为他每天回到都面对很多同事坐的车靓过他，住的屋呢又靓过他，特别见到出来挂牌的人呢，挂牌的医生呢，他就更加自己要耷低头先，因为他没有江湖地位嘛。挂了牌的医生呢，他就赚的钱多很多啦，又可以在社会上呢活动啦，又多了很多江湖地位啦。咁佢继续咧去追求嗰啲名利啦，每日咧佢系去盘算呢种嘢，因为佢行医嗰阵时咧系冇时间去谂嗰、那个古老讲嘅灵魂嘅问题啦，即系你个人冇咗灵魂啦，咁即系等于属于良心嗰方面嘅問題啦嘛，佢咪冇咗良心嘅嘢，佢冇時間去諗嗰樣嘢啦，變咗佢就將嗰個行醫咧係一種事業嚟嘅，唔係置業，唔係志向嗰個置業，係一種事業嚟嘅，佢又唔係話謀生嘅工具。他比謀生的工具好一點，因為他有社會認同、江湖地位，可以一路向上爬。但是在個繁華社會呢，你會發覺就令到很多國家呢是這一種行業呢是令到社會有危機的。現在在美國，我們說是二十年前，他每年的医疗费用呢，政府呢是去了13000多亿美金。是吗？是很大件事的。台湾现在都困扰的那个医疗，每一个国家富，我们讲富裕的。反为贫穷国家呢就没那么大件事的。因为那医生呢他又穷，病人又穷。他又不需要买架咩车，有时他踩单车或者揸电单车，又不需要跟人比较。好啦，所以我呢就话不是话将他介绍这个医术出来跟他们的西医对抗。是而话呢，希望透过我这些课程白色到一些有心学嘢嘅人，或者佢有缘分咧，佢更加进步嘅人，系作为一场咧系斗争嚟，唔系医术上嘅斗争，系我哋一世俗喺个道德同埋个做人嘅原则个底线咧，系同呢个社会嗰个权力欲望嘅斗争嚟。咁你为呢个斗争唯一咧，就话你要有人有料有功夫去启示翻出嚟，人类嘅疾病咧唔系而家呢种咁嘅方向去医嘅，唔系入嚟睇个电脑帮人睇症，跟住咧就完全冇问嘢之后咧，又跟住咧叫你去检验一轮，但佢冇医到你噶嘛。咁你要揾人做化验啦，咁唔见咗钱，但系冇医到。化验完翻嚟咧，攞个报告俾佢再睇咧，咦？又有啲第二样嘢，又再验多次，要 reconfirm， 又再验一次。但你系冇出过手医人嘅，但点解要咁样做咧？佢
佢而家已經形成咗一個世界，比較現代嘅文明社會咧，係行咗呢套模式啦。所以我哋咧就我嘅少少嘅使命啦，就話咧挑戰呢啲咁嘅權威，即係話咧能夠喺個社會度嘈到，要將佢呢個咁嘅架構咧打破、打碎佢。大家睇到最近嘅新聞咧，我哋幾成我十幾年。教人用萬金油啦，而家先至喺社會推廣。而家藥房咧，有啲人擺萬金油出嚟，驅風油咧喺門口賣嘅，即係叫人買嘅。你話係咪要經好多嘅好大嘅力？所以我希望嘅同我大家明白，我哋而家喺個社會度咧，係古老嘅道德文明同現代嘅世俗嘅文明咧係一個鬥爭嚟嘅。但这个斗争行为呢是不希望伤害到人。因为现在那些医生呢他没错，因为他行入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嘛。拖住他行的。他走去中环租个租层楼开个诊所。成百几蚊一尺租金。是不是一千尺这样十几万啦。未计请秘书请护士。助理护士咁，你叫点样唔收钱？所以归根结底咧，就系呢个繁华社会嘅政府咧，就冚家铲。我相信好少成台湾好似好啲，台湾好似赖清德咧都系学医出身嘅。台北个市长咧柯志文学医嘅，但佢都冚唔掂。他因為涉及他們學過公共的行政學，又被人弄一個設計的遊戲，被你跌了落陷阱到，你又要計那套這樣來玩。如果你用他那套遊戲來玩，一層層次地剝削人家，剝削那個病人的金錢，剝削病人的心靈，剝削病人的時間，又剝奪了社會的資源，整個系統是错晒嘅，所以今日我呢个讲话咧，你可以录咗咧，再登出嚟俾人知道。呢个系一个斗争。我哋国家，大家今日睇过我贴咗一位老人家过咗世，当然佢系以自己嘅国家为啦，即系话咩？我哋国家系中国十几亿人，我冇理由跟你西方世界嗰套嘢，系嘛？佢有理由嘅。邓铁图国医，但在我们的世界来讲是不应该这么狭窄的。你中国不可以独善其身的嘛，所以我们应该放大这个世界，将一个好的古老的道德文明应该是重整的，透过这个医道。希望大家同学知道这个我的正式的动机。是斗争嚟嘅，就唔同话而家香港话，喂，我哋而家咧同呢个病毒啊，呢个疫情咧，去当打仗啊、作战啊咁，呢个错嘅。佢嘅作战都冇对象，你知唔知病毒喺边度咧？你连嗰病毒嗰个变身啊，点嘅原理运作，你都摸唔到嘛？点作战啫？所以你嗰班人咧吹水嘅，但我哋而家呢个医道进行嘅斗争咧。是有对象的，那对象不是医生，是个文明世界的国家的社会的制度，是被一帮坏蛋控制到，因为他有个保险公司制度嘛，我有病下保险公司给了，就个个苦劳烂你咯，或者我哋政府同你买埋保险咯，如果大公司啊买埋嗰啲员工嘅保险噶嘛，啱唔啱？咁你系好似冇压力噶喎，咁啊冇人去谂到佢究竟我系咪应该咁样去医一个人，或者用一个咁嘅程式咧去喺个社会做呢个医疗嘅制度系啱咧？佢蚕食咗你，你唔知噶喎，应该保费唔使咁贵噶嘛。佢一路蠶食咗你，你唔知喎，所以大家知道咧，而家我哋搞一個鬥爭。
但呢个斗争咧需要有人物啦，所以希望咧有啲人才出现啦。方法咧就摆咗喺度，系非常简单。你当我哋自己嘅动物，你系识自己医自己，你净系俾到个信心个病人，你系会自己医好自己嘅，或者你自己又相信你系有能力自己医好自己嘅。亦都唔需要你相信啦，你由个胚胎出嚟，一粒精子，一粒卵子，你成个 body 都可以成长到出嚟啊嘛，个力喺度噶嘛。好啦，如果你成长咗之后，你有嘢偏差嚟讲，你能够可以将你嗰种力 repeat 一次，咁咪自己修补咯。你啲手指甲生出嚟啦，头发生出嚟啦，批咗块肉咧，自己又会生出嚟啦，伤口自己又会埋口啦，你嘅力就有晒度噶喎，你咪冇工具去同人哋搞斗争喎，只不过话喺世俗佢哋一个习惯性嘅行为，系遮盖咗呢种嘅观念啊嘛，呢种嘅观念咧冇分话东方西方噶。只不过在东方世界呢，用这种的观念呢是传统性的，用多一点。在西方世界医生呢，他知道他都不用，因为影响他的利益嘛。所以大家明白呢，希望大家同学希望努力，又希望呢多一点是行医的人呢，因为他有基础。佢再知道呢个理念咧，或者佢有啲人唔系睇嗰个名利得失咁重，或者佢有啲系喺政府工作嘅人，佢可以利用佢少少嘅影响力咧，将啲嘢咧扭翻正啲。个世界唔可以一瞓醒就改晒，好似最近咪香港咪好多中药送嚟香港咪咯，中央政府送好多中成药嚟香港嘛。咁啊，个个用中成药去喺屋企医自己咯。咁对嗰啲某个行业嘅西药嘅咪有冲击咯。但系中央政府先做到啫，你平时佢都唔俾你做啦，系咪啊？又要你验乜，要你攞嗰个注册啊，又要请啊，咁你都出唔到街啦。大家中央政府落嚟啊嘛，所以大家要支持共产党咧，嗰、那个力咧就我就以就咁讲嘅。我支持共产党，唔系支持佢嗰个同个时代脱节啊，或者啲思想落后。我支持佢有个组织嘅能力，佢个班底。如果你有好嘅方法、好嘅意见、有建设性嘅政策，俾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党，佢肯做嘅话咧，佢有能力做到啊。呢个真系好重要。但如果你民主社会咧，你俾正确方法或正确意见咧，你做唔到，因为好多既得利益者咧系涉咗喺个建制入边嘛。你提咗啲方案出嚟，佢咪反对你咯，啱唔啱？你通过唔到嘅，系咪啊？所以大家认识呢一点，因为基于佢哋中国政府嘅执政党咧。是有这方面的优胜的，他是做到的，你们是其他国家呢，他玩一个政治制度呢，玩到你好东西都做不到，怎么通过这些法案？所以大家都是，还有你除了通不过之后，还有很多人是被人收买了的嘛，所以这个是，所以我们呢，在我们的社会呢，唯一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华人社会，特别在我们中国社会呢，去做这个医学上的领域呢，去做一个正式的革命。由我们成功之后呢，就可以影响到世界。这个我主要的动机，以前没讲过，今天呢就借题讲了。其他不讲了，大家看回我的视频，温习自己努力。希望有些叻嘅人出现咧，
咁先至有志同道合咧，我又另外有一個小組嘅，即係將來有啲人真係進階班畢咗業啦，佢係一有心學嘢啦，咁你要有功夫先行得出個舞台嘛，因為你空口講白話，呢個係嘥時間。